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泽塔升华器出了问题后，张仁给他做了一个新的胜利神光棒作为泽塔的新变身器。当初姚辉要回到他的时空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。这个胜利神光棒可以等泽塔升华器修好以后再还行吗？感觉特别好用。行啊，你带走吧。谢谢你。最后呢，这个胜利神光棒出现到了这里。これ戻ってきた春樹が置いていったけど、私にはさっぱり構造がわからなかったな。没错，姚辉把他放到了军械库啊！此时此刻，让我想起了这位小哥。波段，你这个借东西不还的混蛋！巴贝利亚勋章。